晨啊，而家咧就嚟一碗蘭州牛肉麵先，好正啊 ！OK， 非常清甜啊！喂，呢個行到入嚟呢個內街咧，就發現咧好多一啲小菜館。先頭食嘅蘭州拉麵就喺呢一間，好多小菜館咧就比大街上邊嗰啲菜館咧嚟得平啲。我今晚咧準備嚟呢一間石灰石燒雞公試一下。OK， 繼續。準備出發去上機二手交易中心。而家呢我發現呢就有哈魯電動車，咁啊喺成個長沙大範圍都可以開得到嘅。但而家我就唔諗住用佢，限少少先，我都行過去睇下，然後去遠啲地方先至用呢個電摩托。電摩托呢有幾款嘅，有哈魯啦，呢個係小溜共享啦，仲有滴滴清主，咁同埋我平時最常用嘅哈魯單車啦。不過我而家都打算係行過去先。好，繼續。好，而家咧就攞咗哈魯小摩托。你已偏離路線，正在為你重新規劃。咁咧，我哋準備出發，向北出發，30米後轉左，去一個萬達廣場啊，同埋呢個潮中街啊，潮中街同萬達廣場。咁我哋而家咧就準備出發啦 ，OK， 好，開車。轉左，隨後30米轉右，進入寶藍街。30米轉右，轉右進入寶藍街，轉左進入寶藍街，轉左。哇！大家都好快啊！好嘅，前面100米转右，进入在岳中路。Oh my god！ 哦哦，转右进入在岳中路。前面沿在，前面直行200米。好快咧，就去到万达啦！开始架电摩托到处玩，系几开心，同埋好方便啊！今日天氣咧又好好啦，有太陽，但係咧就唔會太熱。你已騎行1公里，用時14分鐘。向右前方騎行，隨後40米直行，直行繞環島騎行80米。危险驾驶啊！进入中环岛，进入中山路，冲啊冲啊冲啊！前沿沿中山路继续骑行，大约330米。哦，哇！真系好黐线啊！真系好好玩噶、前面直行200米。转左，进入西长街，请注意安全。好啦，我哋咧而家咧就嚟到呢个位置咧，就放低架车，
行下街 ，OK？ 我而家就剩低架车喺呢度啦，咁我准备咧就去万达咧就买电池 ，OK？ 我俾大家睇下吓，我系咪好黐线傻仔？耶！而家咧就嚟到潮中街区，系属于个旧城区。咁我哋行过马路，过去睇下。我哋行过。嚟馬路咧，見到咧一個主入口，就係潮中街歷史文化街。好，我哋睇下。比較起五一廣場嗰邊咧，就嚟得清靜少少嚇。人冇咁多，而家咧，我哋嚟到潮中街嘅入口，前面呢度咧就係潮中街歷史文化街區遊客中心。咁呢度有一間城市青年之家，應該都好方便啲年青人過嚟玩嘅。好，我哋就呢個入口入去。卖衫卖咖啡，一楼卖衫，二楼卖咖啡。好有特色嘅呢间咖啡厅，哇！应该晚黑呢间晚黑好正喎，呢个位置有人唱歌喎。但系听日要走啦，下次有机会再嚟玩过。所以我嚟到呢度玩咧，我覺得都好開心嚇。Yes。